喂，是徐先生吗？我们约好10点领证，你现在到哪儿了？啊，是季小姐，不好意思，今天老哥，是谁啊？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季小姐，我已经相亲到更好的对象了，他有房有车，还愿意每个月给我10万。你呢？你要钱没钱，要房没房，拿那个破学历有什么用啊？总裁。那位就是季小姐，老爷子说了，只要见到结婚证，立马进手术室。走吧。你跟他比算什么东西啊？哎，你，喂，我，什么人啊？지울게너에게남겨줬던추억까지도말할게너와의기억도季小姐，我们聊聊。啊，我。先生，我们认识吗？你叫季然，26岁，今年硕士毕业，目前在安城地质大学做实习老师。因为工资低，租不起房，只能暂住在姐夫家。这又是姐姐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协议书？第一，男女双方系契约婚姻，期限为半年，半年内男方向女方提供住房，女方需配合男方应付家属。第二，女方不得以任何方式主动联系男方。第三，男女双方婚姻不公开，不举办婚礼，不发生夫妻关系。没问题就签字。等等，我们还没有了解对方。我叫白俊逸，目前在君临集团工作，年薪尚可，无不良嗜好。现在4点，民政局还有1个小时下班。那你有房子吗？领完证，我会给你一个新房钥匙。来来来，哎，新娘靠近一点，哎，新郎笑一笑，哎，对。乘风公寓 A107。乘风公寓。就是地质大学附近那个，那房价很贵的，你怎么？公司给配的。公司会给这么好的房子？你是什么职位啊？我是总裁的司机。哦。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嗯，没有了。那我先走了，随时等我联系。我就这样把自己卖了。总裁，医院打来电话，老爷子的手术很成功。嗯。妍儿最近怎么样了？妍儿小姐已在国外订婚了。总裁，夫人掉了这个。追上去。是。你这个贱人，我只让你妹妹陪客户喝一点酒，你以为你还是冰清玉洁的富家小姐啊？你家已经破产了，别再给我摆着那破架子，
我妹妹是大学老师，你让她去陪那恶心油腻的王总，我已经脏了，但我不能让你作践我妹妹。姐，姐你怎么样？然然，不行，他是你姐夫。姐，他都把你打成这样，你为什么要拦我？好啊，竟然敢打我，我今天就好好教育教育你。姐，快走，快走，然然快走。姐，姐，季小姐，你是谁啊？干嘛？赶紧给我滚！不要掺和我们家家事。她是我妻子。姐，姐姐，你别吓我！你就是那小贱人请来的帮手吧？快帮我救救我姐！帮我救救我姐！有本事你把季姐藏好了，不然我下次我打死她！是啊，姐，姐你别吓我，姐。手术室家属不能进。医生。我姐姐她怎么样了？孩子没事，伤者情况有点严重，需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家属跟我去交一下费用吧。需要多少钱啊？先准备五六万吧。能不能晚两天？我去吧。白先生，谢谢，钱我会还你的。姐，要不你离婚吧，他一次比一次狠。你姐夫他就是在外面压力大，他打我就让他打吧，他下手有轻重，他不会真的要了我的命的。他都已经把你打得头破血流了，还叫下手有轻重吗？他这是谋杀，你知不知道？去查一下季然家属的信息，特别是他的姐夫。不是的，然然，你姐夫不是那样的人。他说过，打是亲，骂是爱，他很爱我。姐，他是谁啊？当然是你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啊，我们已经领证了。我不认识他呀。所以是你爷爷让你跟我结婚的？嗯。可是他又不认识我。白先生，你该不会搞错人了呀？季小姐，我不会连自己的结婚对象都搞错的。哦，对了，既然我们已经结婚了，那以后的日常开销就由我们共同支付。这是我的工资卡，我的实习工资现在有3800，抛开给我姐姐的补贴和日常开销以外，我每个月可以拿出来2000块钱补贴房贷。啊，我不是要在房产证上加上我的名字。你可以把这个当成我付您的房租。你这是把我当房东了。不是，我没有这个意思。房子是全款买的，你不用担心房贷。那这半年的日常开销由我来负担好了。手机。啊。白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20000是这个月的日常开销，还有10000，爷爷周末会过来，
你准备一下。可是那也用不了这么多啊，我退给你一点吧。我先去洗个澡，从今天起我睡主卧，你睡客卧。哦。啊啊。君临的员工都那么有钱的吗？啊，不行，白先生你等等。白先生，白先生你先别，我还没。啊。你这是在投怀送抱吗？哦，不，不是，不是，我什么都没有看见，我不知道你已经把衣服脱了，我就是想拿一下我自己的衣服。动作快点。啊！这也太丢人了。这周五君临总裁要来学校演讲，你把接待工作准备一下。哦，好。君临集团今年又要拨款3亿做高校励志奖学金，可真有钱。哎，听说君临总裁可还是单身呢。真的吗？打听到总裁信息了吗？他挺低调的，只有君临高层才见过他。不过我听说过他叫白什么意。白君意？不可能啊，他怎么可能是总裁呢？啊，季老师，我记得你也没结婚，怎么一点也不关心这些信息啊？我就是个普通人，你们说的那些人上人我也高攀不上。哼，人家季老师眼光可高着呢，小鱼小虾都看不上，专注着钓金龟婿呢吧。打扰一下，请问哪位是季然小姐？是我。这是白先生送您的花。谢谢。哟，这花都送到办公室了，你别嘴上说着那些不在乎人上人，背地里使劲的勾践啊。把你的嘴巴放干净一点，这花是我老公送的。老公？季老师你结婚了？嗯。季老师，我刚听外卖员说你的先生也姓白，叫什么呀？他叫白君毅。白君毅，你怕不是刚才听到我们说君临总裁叫白什么毅现场编的吧？我说既然你撒谎也不打个草稿，君临的总裁怎么可能看上你一个无权无势的实习老师啊？他看不看得上我，我不知道也不在乎，但是我可以确定他看不上你。你身为一个老师，不想着怎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教好自己的学生，整天琢磨这些豪门梦。既然你给我等着。你回来啦，我给你煮了面，走，我给你尝，快来尝尝好不好吃。你怎么知道我会回来？我打听过了，君临集团的下班时间是5点，从家到公司的通勤时间是1个半小时，所以6点的时候我就把面煮上了。我听说你们君临的总裁叫白什么意？啊，那个白风意。对，当时人事部还跟我说过这事儿，说我们俩名字就差一个字儿啊。那个，今天送的花新鲜吗？嗯，我收到了，特别漂亮，还是第一次有人送我花呢。我今天回来的一路上，很多人都羡慕呢。又收到老公送的鲜花了，开心。
李秘书，帮我订一束花，送到安城地质大学教师办公室。我给你加点汤吧。我是不是太过分了？我怎么做睡着了？最近是有什么重要的工作吗？我们学校最近要开一个演讲会，说什么君临集团的总裁要来。哎，你不就是君临集团的员工吗？你们总裁是个怎么样的人啊？人还不错，风评也挺好。哦，我可是听说他这个人不仅脾气臭，还特别爱骂人。我那天不会被他骂吧？不会的。你怎么知道的？我猜的。好吧，早点睡觉，明天再做吧。嗯，那行。嗯，哎呀，让你准备的接待方案，明天就星期五了。你方案呢？方案我已经提交了呀。你自己看看，一片空白。不可能，我明明已经打印了，就放在办公桌上的。季老师，是不是事儿多了，忘记做了呀？没有，我做了的。哎呀，这没有的东西，你急也急不出来，何必在这假惺惺的做戏呢？既然，你有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没有，院长，我真的已经写了，您给我一天的时间，我一定把它找出来。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所以你做的方案和原始文件都找不着了。嗯。找到了。太好了。我马上就给院长打电话。等等。找文件固然重要，抓到背后的坏人也同样重要。视频发过去了。是他，你疯了！怎么，还要我再给你放一遍吗？你给我！视频我已经提交给校长了，你好自为之。你给我滚出来！君临集团的总裁谁也不认识呀，也不知道人怎么样。人还不错，风评也挺好。校长您放心，听说人还不错。来了来了。白君毅。这是君临集团的总裁，好帅啊，听说还没结婚呢。你是君临集团的总裁？您就是君临集团的总裁吧？幸会幸会。我是君临集团总裁的司机。不过就是个没钱的穷男人罢了。够了，
人家好歹是君临的员工，是我们学校请来的客人，你们这样不怕丢学校的脸面吗？你好，我是君临集团的总裁，也是这次活动的宣讲人。啊，你好你好，咱们里面请。君上，哪位是夫人？要你多管。给你的，特意给你打包的。特意给我打包的？嗯，下午你们领导讲话要讲很久的，不垫垫肚子熬不过气。季老师，工作时间还不忘心疼男朋友啊。这位就是君临集团随行的司机吗？我说季老师，你也太没出息了，我还以为你调到什么金龟婿了，又是送花又是带饭的，原来就是一破司机呀、啊！哎，我说啊，你别勾搭不上君临集团的总裁，看到个顶着君临头衔的人就往上舔啊！司机怎么了？司机也是靠自己双手赚钱的，不像某些人，不知道是谁，听说了君临总裁要来，特意花了大几千块去做美容。你怎么了？我们走。哦。季老师、啊、还舍不得松开啊？对不起啊，白先生，刚才气上头了。没有，你刚才的样子挺可爱的啊。啊，为什么对我那么好？因为白先生对我也很好啊。你是我的妻子，我对你好理所应当啊。又不是真的。那你想变成真的吗？什么？我考虑过，每个人未必能找到最佳伴侣，合适也是第二选项。经过这段时间相处，我发现我并不反感你的存在。白先生，喜欢和习惯是不一样的。好了，我要去上班了，饭你记得吃。哦，对了，今晚可能会下雨，记得备把伞。既然，或许我们可以尝试互相喜欢上对方。晚上见。既然，或许我们可以尝试互相喜欢对方。啊！你怎么了？怎么喝这么多？哎，你慢点，楼梯，楼梯。你是既然？我是既然，你先别动，让我给你擦擦。喂，有电话。喂，青衣哥哥，我后悔了，我好想你。我要喝水，喝水，我要喝水，喝水。白君毅，我真的可以相信你吗？姐，然然，我病养好了，就先回家了。不是姐，
医生不是说你还要再观察一个礼拜再出院吗？然然，医院住着贵，再说你姐夫也能照顾我。你不用担心我，好好和妹夫过日子。然然，我不想成为你的累赘。姐，你怎么会是我累赘呢？你是我唯一的亲人。是姐姐没用，你姐夫一直想把你送给王总。我只能逼你嫁人来离开这个家。如果我有能力一点。姐，你为什么就非认定了何如海这个人呢？他脾气差又爱打人，还让你去陪。姐，你听我一句劝，离婚吧好吗？冉冉，对不起了，我让你失望了。你醒了？昨晚有没有不舒服啊？啊，我昨晚喝多了，没吓到你吧？没有，昨天你回来就睡着了。对了，昨天你的手机一直在响。我就帮你接了，是个女生。她是要不你还是接一下吧。走吧。啊，去哪儿？去买菜，今天爷爷会过来。哦，好。这是？你忘了我是君临集团的司机了？那你是不是开过很多好车啊？这车很贵吧？还好。哦，也是啊，你是总裁司机，肯定开过很多好车。那我们这样算不算公车私用啊？嗯，算啊。那我们还是打车去吧。你闭眼干嘛？困了，睡吧，到了我叫你。嗯。那个男的好帅啊！别想了，他前面的那个是他太太啊。走。拿这些。不用这么多。多拿点，这些都买了。你干嘛？
我来。哎，你已经给过生活费了。我知道。那你还……我白君毅的妻子，买单不是你的职责。是要送给爷爷吗？嗯。送白色珠链这条吧。为什么？白色珠链这条呢，是天然翡翠，是缅甸正宗进口的冰种量。这块呢，就是注胶的了，久戴的话会影响身体的。这你都看得出来？白先生，请允许我再一次介绍我自己。本科加研究生，我读了7年珠宝，天天跟这些石头打交道。不夸张的说呀，只要我一上手，我就能知道它的原产地。可是这两块翡翠的鉴定证书都是天然翡翠。注胶的翡翠也是基于天然翡翠的，只不过呢，它是用人工把这些天然翡翠内部的一些裂纹通过特制的粘合剂粘合起来，形成一块整体。这样呢，就算用再专业的仪器进行检测，得到的结果也是天然翡翠。你看这里，这里就有一点点裂缝。我脸上是有什么东西吗？嗯，没有啊。但刚刚的你很自信，很漂亮。我去烧菜。把天成珠宝送来的样品再检测一遍。来了。是您？大爷，这可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您看好了，这可是上好的红翡料子。红翡呢？不错，这个出价多少？500万。500万？嗯。老爷爷，你可别被他骗了，这个就是普通的红玛瑙，批发市场10块钱一个。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哪来的臭丫头？你赶紧给我走！我胡说八道？好啊，那我们去辩辩去，去保安室。哎，小姬，好久不见。哎呀，你。您快请进，快请进。小季啊，哎，不是，孙媳妇，这些都是你做的呀？嗯，您尝尝。某些人真是有口福。你羡慕啊？喜欢吃，您就多吃点。我就放心了。好，看到你们这样。哎，我就放心了。小鸡啊，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好女孩。我们家君毅呢，他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嘿嘿，看起来冷冰冰的，心里会记挂人，对他的好他都记着呢。可是我跟他都不认识，您当初为什么非要我跟君毅结婚呢？我老头子看人特别准，我看第一眼就知道你跟我家君毅很般配。小姬你是不知道，开始他还不愿意呢。要不是我说不结婚。爷爷你快吃吧，来多吃点，少说话。吃饭吃饭，来来来，吃饭吃饭。原来白君毅不愿意娶我。你和然然怎么样了？如你所愿，挺好的。我还不知道你这孩子，怕是连人家手都没牵过吧？
季言儿已经订婚了，你们是不可能了。小季是个好孩子，你要多和他沟通，多接触，你会爱上他的。爷爷，言儿我早就放下了，我现在的妻子是季然。爷爷，吃水果。爷爷，你晚上不回去吗？我回什么回？我腿脚不好，我今晚就在这住一晚。那你今晚要去哪睡？嗯，一起睡啊。啊？你忘记协议的第一条了吗？应付家属。睡觉吧。啊！啊！你怎么衣冠不整的？我穿着呢，况且我该挡都挡了，在家有什么关系？还是说，你想到了什么？我什么也没想，我就是。是什么？这个呢，是巴西产的海蓝宝石。你别看它现在其貌不扬的，去除石皮之后，经过光的折射，它呢就会出现我们认为所见的海洋蓝色，可漂亮了。我们今天晚上怎么睡啊？那当然是一起睡啊。这、嗯、晚安，姐，我关灯了。嗯。晚安。爷爷，您再多住几天吧。不了不了，我一个老头子影响你们二人世界，岂不是我老了不懂事儿吗？我走了。那我让白喜，我让君毅送您吧。不用不用，我自己操作就行了，活动活动筋骨。走了走了，注意安全啊。我们一走吧。嗯。喂，然然，你姐姐出事了，现在送去医院了，你快过来吧。什么？我现在就过来。怎么了？我姐姐住院了。我送你。医生，我姐姐怎么样了？哪位是病人家属？是我。病人的食道和气管都有灼伤，而且头部缝合手术的伤口感染了。情况很恶劣，需要转移到重症监护室。你们家属到底是怎么照顾孕妇的？病人是我姐姐，我没有和她住一起，她这些伤到底是怎么造成的？病人的口腔的肌肉全部被烫熟了，很有可能是被人强行灌了开水。何如海，一定是何如海干的。何如
我姐是个孕妇，你们还敢这样对她？她要是出一点事了，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你要干什么？我要见七姐。给我让开。这是医院，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你来的正好，我倒想问问你，我姐是怎么受伤的？是她自己喝水烫的。你当我傻吗？我姐的口腔大面积被烫伤了，她得喝多少水才能这么严重？何若，我们要不要去警察局辨个清楚？哎呦，你这个丧良心的小婊子，倒打一耙呀！你姐是偷喝鸡汤烫到了，怎么怪到如海头上了？姐姐不傻，你觉得她会喝滚烫的东西吗？对，何如海，我警告你，如果我姐姐不能平安走出这家医院，你就等着吃牢饭吧。既然你姐嫁给我是生是死都是我做主，我警告你别多管闲事。多管闲事？你敢说我姐的伤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通过打女人来逞威风，身为男人我真替你感到丢人。哎呀，我们老罗家造了什么孽呀，遇见了这么个祸害。大家快来看呐，这屋子里躺的是我儿媳妇儿，她偷男人，这个男人还要打人，这野男人还要打人呢。快啊，哎呦，快点我过来看呐。哎，小贱人偷男人。你姐偷男人我都不嫌她脏，在这诬陷我。是你诬陷我姐。我说你姐偷男人她就是偷男人，你能拿我怎么样？你还敢动手啊？你放开你这个野男人。滚。哦，你就是那天送这个小贱人回来的那个男人吧？好，上次你打我的医药费还没跟你算账，那个八万十万的今天别想走。要跟我算账？那你跟我律师算去。不用，在他们来之前我就已经报警。你等着，回头跟你算账。你涉嫌故意伤人，请跟我们走一趟。哎哎，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你等等我。没事了。小时候，妈妈就是在这个手术台上，姐姐也是陪着我坐在这，但是妈妈没能走下手术台。后来我读书的费用都是姐姐负担的，当时我就想等以后稳定了一定好好报答姐姐，但是现在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没有姐姐我该怎么办。然然，你还有我。今天已经很晚了，你明天要上班，我送你吧。好。哎，哎，你们知道吗？新来的那个教授有钱还有颜呢。当然知道了，新来的那个教授姓吴，去年的安城财报除了白家，其次就是吴家了。这么有钱啊。嗯，来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学校新来的教授吴海峰，吴教授。小然。师兄，
怎么是你啊？哎，这吴教授怎么认识季然啊？吴师兄，你不是一直在国外吗？怎么突然想要回来了？我我先接个电话。喂，刚才医院来消息，姐姐那边有新情况，我要接你过来。好，师兄，不好意思，我刚好有些事儿。要不要我送你？啊，不用，有人来接我。哎，吴教授，你在这儿？今晚学校为你安排了一个欢迎宴。季老师没空，下次吧。哎，十万！病人还有后续治疗手术，十万是保守的治疗费用。谢谢医生。白先生，这么晚了还不睡啊？接了几个兼职，虽然活有点急，但是报酬很高。你最近很缺钱吗？我转。白先生，谢谢你为我做了那么多，但是我姐姐后续的治疗费用，还有你之前垫付的钱，我想自己挣。而且我们的婚姻只有半年，半年后的房租我得自己挣，不是？那你注意休息。嗯，你也是。哎，今年君临集团又追加了2亿，说是要给咱们学校盖教师公寓，你们听说了没有？听说了，只要3万首付，实习老师还有1年的零息首付贷款，这也太大手笔了吧。哎，我听说你的男朋友是君临的，有没有什么内部消息透露透露啊？我男朋友是君临的管理层，这些内部消息都是要保密的。不过我前几天确实跟他提了一嘴，说我们实习老师工资低，连房租都不够。该不会是因为你才追加的投资吧？这我可没这么说啊。这找男朋友啊，还是得擦亮眼睛。不像有些人，看到是君临集团的就贴上去，结果啊，找了个司机。苏老师的文凭是幼儿园毕业吗？你什么意思？我记得小学老师就教过职业平等，苏老师这么瞧不起司机，难不成是现在网友口中说的酒漏鱼？既然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东西啊？吵什么吵？还懂不懂什么叫为人师表了？好了，今天晚上有一个给吴教办的迎新仪式，大家下班都别着急走啊，尤其是你，季老师。我？君少，嗯，听说你给地大捐了几所教师公寓啊？有问题吗？哎，等等，你不会是为了夫人吧？嗯，君少，你这追人的水平真的是不同凡响啊！2亿，关键夫人还不知道是您的手笔。夫人究竟有什么魔力啊？君少，我能请夫人吃顿饭吗？那是我的女人，您先别吃醋啊！我不是觊觎总裁夫人啊。君少，你说你这么冷，夫人受得了吗？要不我教你怎么留住女人的心。你说这非洲的仙人掌会不会比我们这边大啊？哎，好好，我不说了，我走了。追女生主打的一个温柔体贴，你要无时无刻出现在他身边，让他离不开你。喂，我要接你。手机没电了。
算了，回家再说。季老师，咱们走吧。嗯，好。季老师，我先走了。拜拜。拜拜，先走了，拜拜。既然啊，我送你回家吧。不用了，师兄。跟师兄还这么见外，这么晚了，公交地铁都停运了。况且你手机没电，也不方便打车。反正顺路，你要是觉得过意不去的话，可以按顺风车的钱付给我吧。那就谢谢师兄了。走吧。师兄，那我就先走了，明天见。小然。啊。之前你不是问过我吗？说我为什么回国吗？为什么？因为我是来找你的。这位是我的大学同学，现在是我的同事。这位是我老公，合法的丈夫。小然，你结婚了？嗯。这么明显，还用问吗？还是回来晚了。什么晚了？早晚都只有一个事实，既然是我的妻子。老婆，我们回家。啊！那男的是谁？我都说了是同事。既然，你把我当傻子是吧？你知不知道我在你学校门口等了你三个小时，回来就看到你跟那个男人搂搂抱抱。我手机没电了，不知道你去接我了。还在狡辩？你凭什么管我？就凭我是你丈夫。我们是契约结婚。夜空缓缓地被点亮，光雨落。我们假戏真做吧。你喝醉了。我没喝酒。既然，我喜欢你。如果你觉得快的话，我会从追你开始。我想一下，我无法抵抗对未来不停止想象，我会继续到场。我喜欢你。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像我本来。咋啦？啊，走。这些都是你做的？啊。怎么样？不好吃就吐了，你别吃坏肚子了。逗你的，挺好吃的。对了，刚医院打电话来说姐姐醒了。姐姐醒了，走。哎，你干嘛去啊？去看姐姐啊。我上午是跟学校请了假的。白俊逸，你一个司机怎么这么闲？老实交代。交代什么？你是不是经常迟到？还是说欺骗上司，阳奉阴违？天地可见，我对工作那可是百分之百的热情，是因为你我才把热爱的工作抛之一边。那我下次再来。好好工作。怎么样了姐？好多了，然然，
听说这次医药费都是你和妹夫垫的，谢谢你。你身体好，那就好。怎么了吗？然然，我住院这么久，你姐夫他一次都没有来过吗？他来不了。什么意思？他害你受这么重的伤，还来医院污蔑你。我报警了。然然，你怎么能报警呢？姐，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要为他开脱吗？你知不知道，你抢救的时候，他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过来。不是的，然然，你误会你姐夫了。是我婆婆，因为我犯了一点小错，她下手重了一点。但是这不关如海的事儿啊。重了一点？你知不知道你差点没命啊？哎，然然，是我的问题。我把如海买的鸡给炖了，我不知道那是他给他妈买的。他妈很生气，就喂我喝了几碗煮开的鸡汤，是我的错。煮开的鸡汤？如果他罗玉梅是凶手的话，那何如海就是帮凶。我要去找警察说清楚。然然，你不能去。姐，我不知道这段婚姻还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呀。然然，我不想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就和我们一样没爸爸。去把你姐夫保释出来吧。然然，算姐姐求你了。喂，你哭了？可不可以陪我去趟警察局？好。哟，金莎，又去接总裁夫人啊？哎，我上次给你支的追妻大法怎么样？狗头军师。哎，喜然，别以为这样我就会放过你。何如海，我告诉你，要不是我姐给你求情，你以为我会放过你吗？好样的，你就等着看我怎么整你姐。你敢？你要想再进去你可以试试。季姐，你看看你的好妹妹竟然把我送进局子。你给我松手。你再这样别怪我不客气。松开我呀。妈，你没事吧？没事吧。你们这种人说出去要遭雷劈的。要不是我姐给你们求情，你以为我会就这么容易放过你们吗？我还不放过你呢。要想让我放过你可以。听说你们学校有个什么教师公寓，我侄女大专毕业，你把她安排进你们学校当大学老师。你也知道你侄女大专毕业，她去教大学生别人能好吗？那我不管，总之你们得把他安排进去。你可别忘了，你姐现在还是何家的媳妇，你要是不厚道，以后啊就别怪我对他苛刻。苛刻？你有对他好过吗？他现在躺在这儿，你不知道为什么吗？你别胡说，你姐是自己烫的。对啊，你姐都跟警察说了是他自己烫的。既然你在这乱泼什么脏水，嘴巴放干净一点，我妻子还轮不到你教训。泼脏水？何如海，我姐嫁给你之前是业内小有名气的珠宝设计师，她就是为了给你们何家延续所谓的香火，才放弃了自己最热爱的职业。结果呢，以前她赚钱的时候你对她嘘寒问暖，现在他大着肚子待业在家，连喝一口汤你都恨不得把他的嘴封起来。他肚子里怀的也是你的亲孙，你怎么就这么狠心？然然，你少说两句。姐，你瞧瞧你瞧瞧，有这样跟长辈说话的吗？你也配这两个字？
我不配。妹夫，你没事吧？妈，你怎么能打人呢？怎么样？再有下次，就不只是进警察局这么简单了。我带你去处理伤口。走。你在这看着你媳妇儿，我去找医生。好嘞，妈。沈边去，往那边靠。疼不疼？没事，小伤口。对不起啊，连累你了。然然，我们是夫妻，没有谁连累谁。我要去看姐姐。你明明喜欢我，你到底在顾虑什么？你个庸医，敲诈病人红包，我要举报你！我没收。你怎么没收？怎么回事？他收了我红包，又不帮我办事。我没收。刚才带这位女士的儿媳妇去做检查，她偷偷塞给我一个红包，说让我帮她查一下她儿媳妇怀的是男是女，说如果是女孩的话就帮忙打掉。我出了病房就让护士把红包还给她了。你放屁，你没有还我红包。罗女士，终于找到您了，这是赵医生让我还给你的。是你要打掉我姐的孩子。我老何家三代单传，你姐要是给我生不出儿子，趁早给我滚蛋。你然然姐，医生不是说让你去休息吗？你怎么又出来了？妈，然然年纪小不懂事，你千万不要和他计较。姐是他刚刚给医生红包，他准备够了，谢谢你们，但这是我的家事。哼，姐。然然，我先送你回去吧。然然，你下午还有事儿，你先走吧，这儿有你姐夫看着。可是他。然然，走吧。我下午没课。我不急，离我上课还有好几个小时呢。好了。姐姐催你走，就是不想你和姐夫一家子继续搅在一起。你不走，姐姐夹在其中只会更加为难。好了，走吧。你个烂脚婆，走快一点。妈，我怀着孕呢，身子还没好。我怀如海的时候还下地种田呢。哎，你妹夫是做什么的？听说在给君临的总裁当司机。切，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呢，原来就是个司机。师兄。从坐下就开始发呆，怎么了？没什么，一点家事。对了，你先生是叫白俊逸吗？嗯，是啊。你知道他是什么身份吗？身份？他不就是君临集团总裁的司机吗？嗯，院长找你，应该是说你表演第一个上台的事。哦，好，那我现在过去了。白君逸，司机，有趣。怎么突然想穿高跟鞋啊？明天啊，我们学校校庆，我第一个上台，服装上不能出错。可是鞋跟都破了。这双鞋是我20岁生日的时候，姐姐花了半个月的工资买来送我的。不坏吧？你看，修一下还能穿好多年。你赶紧去吹吹干，一会儿省得感冒。遵命，老婆大人。
喂，君上，送一双36码的白色高跟鞋过来。这种事儿不让秘书去做，让我去干，是要送给夫人吧？赶紧的。我记得毕家的春夏秀场新上一款白鞋，我可以安排人马上空运过来。好。明天校庆活动，家属是有票的。二维码我发你手机上了，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就去。关于你的事，我都有空。随便你。啊！跑什么呀？上次的问题，你还没回答我呢。什么问题啊？你为什么总是逃避你的情感呢？应该说，你没有一点喜欢我吗？天太晚了，我先睡了吧。既然你明明心动了，这是什么？打开看看。这是给我的？很合适。好看吗？好看。这个鞋质量这么好，一定很贵吧？不贵，就几百块。几百块？不行不行，就只穿一次，赶紧退了吧。你老公我几百块还是付得起的。今天的校庆活动，加油，我一定会过来的。嗯。把这只也穿上。我这鞋可是大牌，要10000多呢。这么贵？季老师啊，你这鞋我在手机上刷到过，好像是毕家的走秀款，国内可没有呢。你哪来的？是别人送的，也就几百块。感情是假货呀？我说季老师，这人要脸树要皮，成天穿个假货招摇过市，真丢地大的脸。是啊，你不是有个男朋友在军林当司机吗？怎么，他没有钱给你买鞋吗？有这闲工夫，不如多关心关心你带班学生的成绩，关心关心你自己的教学成绩能不能给学校交代，还能不能转正。不就是带班成绩第一吗？瞧把你给能的。我就是能，你不能就闭嘴。哎，季老师，等会儿你第一个上场，过来熟悉一下祖先。好。代班成绩再好有什么用？我还是个外地来的土包子。是啊，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要不整整他？你有什么好主意？他不是第一个上场吗？我们可以在台阶上动点手脚，保证呢，他在医院里躺个10天半个月的。君上夫人这么年轻就当上老师，哎，君上，上次我讲话时，夫人在台下吗？在。那夫人还记得我吗？我老婆眼里只有我就够了，记得你干啥？那等会儿我可以给夫人送花吗？想去非洲吗？君上饶命。别一口一个总裁夫人，他现在还不知道我的身份。你等等，君上，你打算什么时候跟夫人坦白？等他爱上我的时候吧。君上，那我们现在该去哪里找总裁夫？啊不，季小姐。
如果小然知道她丈夫是个骗子，你猜她会怎么想？堂堂君临集团总裁假装司机骗婚，这样的噱头应该很快就会登上各大新闻的头条吧。想说什么？小然不适合你。她适不适合我还轮不到你来说。发生什么事了？有人从舞台上摔下来受伤了。你找我？你没事？刚刚才是我。哎呦，好啦好啦，我这不是没事吗？我还要进去照顾同事呢。我跟你一起去。不用，是女同事，你去不方便。那我在这等你。嗯，我先去了。嗯。怎么样了？还流血吗？你还有脸来？他是因为你才受伤的，因为我本来就是你第一个上台，该受伤的人也是你，是他替你挡的这一劫。季老师，怎么每次有你都会出意外？你到底是什么扫把星吗？我刚好想问问，什么叫受伤的应该是我？这个台阶我排练的时候走了几十遍都没事，怎么偏偏这一次就出了问题？我怎么知道？不过你倒提醒我了，台阶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出问题，我要去查监控。既然你别太过分了。对呀，季老师，你别仗着领导喜欢你，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你上次害我受处分的事儿，我还没跟你算账呢。哦，看来这一次也是你们干的吧？那我直接报警好了。你胡说什么呀？是不是胡说你心里最清楚。我记得你老公是君临的司机吧？我不怕告诉你，我现在的男朋友是君临的人事主管，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让他开了你老公。喂，宝贝儿，我现在遇到了一点小麻烦，快来化妆间。你老公就等着被开除吧。你宝贝儿。老公，你终于来了，就是他冤枉我，快把他老公开了。我们君临投了这么多钱，这学校谁敢冤枉你？你老公叫什么名字？哪个部门的？他老公是我。白总，白总，听说你要开了我？没有，您不是交代过，不能在公众面前轻易暴露身份吗？所以你才是总裁？是他送我来的。他不是上次来学校宣讲的君临总裁吗？对，就是他。小白人缘好，平时又跟在我身边，所以大家笑称他为白总。我们君临给学校捐了这么多年，不是让你来耀武扬威、狗仗人势的。于总教育的好，我这就改。改？你回去慢慢改吧。至于舞台的监控，我已经交给校长严查了，相信很快就会有真相。哎，于总，我上有老下有小，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宝贝儿，宝贝儿，你救救我，我不能，你救救我吧。
要不然先送你回集团。不要。小白啊，我现在肚子有点饿。啊，季老师，方不方便去你家吃顿便饭？要是您不介意的话，可以啊。等一会儿我让君毅去买点菜。好啊。小白，你不会介意吧？不介意。回家。嗯。青青，你看。看，那就是季然和她老公。表姑，你确定她刚坐的那个车，我在我男朋友手机里看见过，很贵的。什么？走，咱们跟上去。好。居然住这么高档的地方，她的命可真好啊。哼，她老公就一个破司机，她哪住得起这么高档的地方，肯定是送她老板回来的。青青，你年轻漂亮，拿下她老板，这不都是你的了吗？一般的男人我可看不上。要钓就得钓一条大鱼。那是那是，以后有钱了可别忘了你表姑。不好意思了，于总，不知道您要来，家里都没收拾。没有的事儿，谁家里还没有点生活气息，你说对吧，小白。既然。哎呀，是小姨子，我总算找到你了。你有事儿？你从我们家搬出去这么长时间，我不关心你吗？怕你没地方住，所以我才来看看嘛。介绍一下，这是我侄女青青。你们好。你好呀，小美女。今天带青青来呀，就是想让你们帮她塞到学校，也跟你一样当一个大学老师。阿姨，你侄女这个年纪，她大学毕业了吗？这重要吗？我侄女虽然是大专生，但是有既然这层关系，只要她肯推荐青青，那是十拿九稳的事儿。既然姐姐，我进学校了，你也有个帮衬是不是？嗯。大专毕业去教本科生，那些家长会同意吗？那些家长怎么想，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知道既然单位要分房子，到时候啊，青青的房子给了如海，他姐跟着沾光啊。既然姐，你这么漂亮，学校男领导肯定都很喜欢你啊。只要你想让我进去，不就你一句话的事儿吗？我就是一个实习老师，没有你说的什么关系。你要是想去，自己拿着简历去人事部应聘。青青要是有学历，用得着我在这里低声下气的求你吗？那您求错人了，另请高明吧。你以前年纪小不懂事儿，我看在你死了爹妈没有教养的份上，不跟你计较。现在你嫁人翅膀硬了是吧？你别忘了你姐还在我家。表姑，你别生气，小心气坏了身体。姐姐，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表姑好歹也是你长辈，你懂不懂什么叫尊老爱幼啊？既然只尊重他该尊重的长辈，像你这样的配做一个长辈吗？你们都替他说话，肯定和他不清不楚。既然你这个小婊子，你吃我的住我的，现在翻脸不认人了你。你在外面和男人，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你给我闭嘴。呀，你敢打老娘，老娘跟你拼了。打你就打你，还要挑日子吗？既然姐，你怎么动手打人呢？你放开我你。我告诉你，你怎么骂我都可，但于总是我请来的客人，少拿你这个脏罪污蔑别人。滚！姓姬的，你给我等着。
于总，真是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哎，没有的事儿。小白，小白，我附近有个事情要处理一下。那我送你。不用不用，走了啊。怎么了？我不喜欢别人骗我，更不希望骗我的那个人是你。君上，怎么样？昨天晚上回去有没有露馅？我不喜欢别人骗我，更不希望骗我的那个人是你。我觉得他开始怀疑了。君上，我觉得你可以直接跟夫人表明身份，我能感觉出来他和季眼儿不是一类人。我心里有数。哎，真看不出来，没想到他私底下居然是这种人。对呀，平时一副假高清的样子，没想到这么放荡。季老师，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哦，好。你自己看吧。这个视频昨天在网上火了，发帖者称她带婆婆去捉奸，那个小三还态度十分嚣张地掌掴她婆婆。季老师，视频里的人是你吧？是我，但是我……我一再强调，作为一个老师，首先要端正自己的言行，你怎么能当做耳旁风呢？校长，真相他不是这样的。您听我解释，我……你不用跟我解释，季老师，自从你进了学校的那一刻，你就应该明白，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出了这件事，学生家长和学校他不会关注真相，他只会谴责学校用人不当。可是我没有做过，难道就因为有新人的这些恶意诬陷，就要用我自己的职业和前途为他们的恶意买单吗？我作为学校领导，我得为学校的名誉和学生负责。校长，请您再给我几天时间，我一定找出真相，拿出他们诬陷我的证据。这样吧，下周一各位学院院长例行会议之前，如果你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我只能让你离开。谢谢院长。怎么样，收到我的警告了吗？早点把我弄进你们学校，不就皆大欢喜了吗？是你非得逼我用这种手段。我上学的时候，我的班主任就是用这个手段弄走的，他到现在还在工地上给人做饭呢。季老师，我特别好奇你会有什么样的下场。我有什么下场不用你操心，我是没有能力把你弄进去，那就算我有能力也不会让你进去祸害我的学生。我倒要看你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你在用意念跟石头交流吗？不是，下个月爷爷不是就要生日了吗？我想着给他雕块石头，图个见面。爷爷要是收到后，一定会很高兴的。你有心事啊？没什么。那你先慢慢挑。查一下夫人最近都怎么样。总裁，
网上出现一个恶意剪辑的视频，骂夫人是小三，校方已经将夫人停职处理。你说什么？喂，君上。力大的实验楼项目撤资，第二图书馆项目作废。君上，这可都是林校长亲自来君临跟您谈的项目。那只能怪他自己没有脑子。那把视频发布在网上的罗青青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随你便，总之我不想在暗城见到他。好。黑眼圈怎么这么重啊？昨晚没睡好啊？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有点失眠。是因为网上那些视频吗？你也看到那些视频了？我已经问物业要来了监控视频，把你们打了码发给了院长，可是他说证据不足。现在是社会舆论在向学校施压，可是我也已经发了澄清视频了，根本没人看。好了，先别想这些了，好好睡一觉。嗯，那我睡醒了想去看看姐姐。好，我陪你去。明天陪我去一趟地大。既然这件事情实在是有损学校的名誉，我们绝对不能姑息。就算视频证明他的清白又能怎么样？他是一个普通老师，比我们学校声誉还重要吗？依我看，他给学校添这么大乱子，干脆给他点钱打发走算了。你们要打发谁走？你进来干嘛？保安呢？把他给我撵出去。你确定要把君临集团的总裁给撵出去？于总，他是君临集团总裁白君毅。白总，您来怎么不说一声？我派人去接您呢。我听说你们地大有位季老师在网上很火，你们准备怎么处理他？哦，那当然是开除了，因为这件事情影响那么恶劣。安城地质大学是百年名校，他的存在对学校就是玷污。可我听说这位老师已经证明过自己的清白。白总，咱们安城地质大学确实是百年名校，只要能堵住公众的嘴，有时候做出一些小小的牺牲也是值得的。就因为他是普通教师，在安城没有地位没有人脉，你们就这样随便草草了事？如果他换成你们在座某一位的女儿，你们也还是这种态度吗？于总，当时您也在场啊。视频发布者说他带着婆婆来抓小三儿的，你觉得他是我们俩谁小三？可能是个误会。啊，对对对，误会。看来君临集团跟你们也有误会。哎，白总。您这是什么意思啊？之前聊的实验楼和足球场项目通通作废。姐。然然。今天周一你怎么来了？我工作上有点调动，学校让我休息几天。然然，你没事吧？我没事儿。妹夫呢？他没有和你一起过来吗？他上班去了。姐，我心头一直堵得慌。怎么了？我觉得君毅的身份不简单。身份？他不就是君临总裁的司机吗？可是君临主管都对他毕恭毕敬的。还有，那个于总，
他明明是君临的上司，但是我觉得他更听君毅的话。你的意思是，君毅可能是于总的上司？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我之前和君临打过几次交道，他们的总裁鲜少露面。然然，假如妹夫真的是君临集团的掌权人，你会怎么办？我会离开他。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而且他还骗了我这么久。然然，姐姐虽然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但是夫妻之间要想好好过日子，就不能心存芥蒂。你找时间和妹夫谈一谈，好吗？好。喂，院长，找我有什么事儿吗？转正。对，这是这次对你受了委屈的补偿。季老师，冒昧的问一句，你认识君临集团的总裁吗？不认识。嗯。好的，好的。오늘밤도그대생각에喂，你在忙呀？这还是你第一次给我打电话。我在公司，下班马上回来。那你吃饭了吗？还没有啊。怎么了？想我了？一天天没个正形。那你好好上班吧。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于总在吗？我们于总在的，请问有预约吗？不，我不是来找于总的，我是来找我先生的，他是于总的司机，他姓白。我们于总的司机姓张不姓白，您是不是记错了？不可能啊，我先生。总裁好。总裁，那件事已经处理了。总裁，我认真回家反省，知道自己的错误，求您别开除我。叫保安。是，请出去。然然，原来你就是总裁。然然。然然，你个骗子，你就是个大骗子！你听我解释。解释什么？解释你假扮司机，高高在上的跟我玩穷人的结婚游戏，还是你怕我贪图你的财产，刻意隐瞒？啊？我们离婚吧。都是我的错，先不要离婚，给我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吧。你明明知道，我最痛恨的就是感情里的欺骗。你明明有那么多次机会可以跟我解释的，所以我在你心里就是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人吗？其实我早就想和你解释。够了，我什么都不想听了。我们到此为止吧。明天早上我在民政局等你。你干嘛？带我去哪儿？回家。你放开我！你再说一遍。我说，我们离婚。既然，
你没有资格说结束。凭什么？协议第二条，女方不得以任何形式联系男方，你违约了就要负违约责任。就算是违约我也要离婚。看来是我还没说清楚，违约的责任就是要把你的一辈子赔给我。放弃了思考这种难题，越爱越担心失去。很好，离婚的事你想都不要想。白君夜，你干什么？协议解除，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白君夜的妻子。我的心已经不在你这儿了，你强留我的人有意思吗？我不介意你可以爱上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男人，但是你别指望和除我之外的男人在一起。你变得好可怕。你别碰我。拳击馆等我。不打了不打了，君上你这么打谁受得了？起来。不，你好歹收拾清楚，好让我死个明白。君上，让我猜一猜，是不是因为夫人？君上，早让你跟夫人坦白，这下玩脱了吧？是不是还没挨够？不不不不，虽然我体力比不上你，但是我脑袋灵活呀，我有办法帮你重新追回夫人。说说吧。夫人在安城举目无亲，只有一个姐姐，咱们拿下大姨姐不就有突破口了吗？这次要再失败的话，你就收拾行李去非洲吧。请我来。你怎么在这儿？你起来，这里不欢迎你。然然，我来看姐姐。妹夫来了好一会儿了，让他歇歇吧。姐，我要跟他离婚了，他不是你妹夫。哎呀，然然，妹夫都跟我说了，夫妻之间呢，有些矛盾是正常的，不要动不动就把离婚挂在嘴边，伤了夫妻情分。就是。该做出院检查了，都出去一下。那我先出去一下。嗯。拜拜。然然，对不起。如果不是我，如果不是我去公司，你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当时我不知道爷爷给我介绍的是什么样的人，我怕。你怕什么？我怕你不爱我。如果我一开始就知道你君临总裁的身份，我确实不会同意这桩可笑的婚姻。然然，不要轻易放弃我们之间的感情好不好？半年，最多半年，协议到期后我放你走。好。明天爷爷生日，下班后我来接你。如果不是我发现了你的身份，是不是连爷爷的生日会都去不了？你根本就没打算带我去。听说君上隐婚了，新娘不会就是他吧？看着也一般，也不知道君少看上他哪一点，还不如之前那个纪言儿呢。哎呦，我的好孙媳，你可算来了。记住，你才是白太太。
爷爷，生日快乐。好。这是送您的生日礼物。这块就是我想要很久的红翡翠安排。然然，你真把它做出来了。嗯。好好。你们两个再给我添个曾孙，那会更快乐更开心。嗯。君毅，快带小然到处转转。好。白君毅，你适可而止。什么叫适可而止？你本来就是我太太，况且我没有想一直骗你，更没有拿你当消遣。你快放手，这么多人呢。不放。对了，你说过欺骗是感情最大的禁忌，我向你保证，从今往后我不会欺骗你任何东西，你想知道的一切我都会告诉你。所有吗？所有。季言儿是谁？如果你再有隐瞒的话，我们之间就真的没可能了。季言儿是……君毅哥哥，好久不见，君毅哥哥。这位就是爷爷给君毅哥哥选择的结婚对象吧？你好，我叫季言儿，是君毅哥哥的青梅竹马。你怎么在这儿？季小姐，我能和君毅哥哥单独聊几句吗？好。不行。君毅，要不是爷爷强行拆散我们，你的妻子应该是我。我没有在国外结婚，之前那些都是骗爷爷的，不然他不会允许我见你。俊逸哥哥，现在我回来了，我们可以在一起了。小然，别看了，我带你走吧。你藏在心里，我全力以赴你的情绪。俊逸哥哥，你和谁结婚与我无关。我上来只是想告诉你，我已经结婚了，不要再来打扰我和我的太太。竟然。我全力以赴你的情绪，放弃了思考这种难题。小青呢？去重逢。俊逸哥哥，现在我回来了，我们可以在一起了。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那就去我家吧。你出示条件，我照单成全。我纵容你存有一份。总裁。夫人呢？夫人跟吴教授走了。谢谢。你和你丈夫白君毅是怎么认识的？因为一些误会。误会？你还记得那天我说的话吗？什么？我回国是因为你。吴师兄。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注意到你了，不过你那时候只知道学习，再无其他，所以我就让导师把我们分到一组。小然，以后就让我来照顾你好吗？师兄，
我已经结婚了。小然，我调查过，你跟他不过是协议夫妻。况且，在他的心中，永远都只有季言儿。你干什么？小叔，你放开他！放开我！放开小孩！师兄，白俊逸，你怎么样？不要，白俊逸，你别吓我！你能送我去医院吗？去医院，我们去医院，你坚持住。我来开车。头晕啊。怎么样，除了晕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就是晕啊，我要靠一靠。你靠。我要靠一靠，晕啊，头晕。我没事。他问起说伤得不轻啊。你说严重点的病啊？明白了，白总。医生，他怎么样了？病人受到外部强力撞击，有轻微脑震荡，需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谢谢医生。小然，师兄，你还是先回去吧。小然，我知道这不能全怪你，他也有错，可他毕竟是我老公。吴师兄，是我不能远送了。白君逸，哎呦，我头好晕啊！别装了。刚刚那一拳你明明可以躲过去的，为什么要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我没有，我。白君逸，我已经放弃季言儿了，我想和你在一起一辈子。你还不明白吗？我们之间隔的不止一个季言儿。我知道你在顾虑什么，但是身份和地位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都不重要，倘若这些成为阻碍我们相爱的藩篱，未免太可笑了吧。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然然，我明天要去玉城出差，等我回来我们再好好聊聊吧。又怎会晓得季小姐，我可以跟你聊聊吗？如果你想聊白俊逸的事儿，别做梦了。俊逸哥哥答应我要照顾我一辈子，要不是老爷子把我强行送出国，现在俊逸哥哥的妻子就应该是我。季小姐，现在我回来了，占了别人雀巢的斑鸠识相点儿，就自行离开，免得最后闹得难看收场。不是我想离就离的，如果你真的要劝的话，去劝你的君逸哥哥吧。你，我还有课，恕不奉陪。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知道怎么办吧？进。嗨，季老师，这是我爸爸，我上次专一个能过，都多谢有您。没有，我只是让学委给你发了一份上课的重难点而已，举手之劳。季老师，
真的很感谢这段时间您能帮助楠楠，专业课要是挂了，毕业证都拿不到。这是我的一份心意，您一定要收下。啊，不不不不不，好意我心领了，这个使不得，真的使不得。我是专门请假赶过来的，您就别推辞了。真的不能，季老师，您就收下吧，就当我们向您表达的谢意。这是作为老师的底线和原则，只要你可以好好学习，就是对老师最大的感谢了。季老师，既然不肯收红包，那一杯咖啡总行吧？您不是常教我们要知恩图报吗？好，哼，那好吧，那下次老师请你喝。嗯，谢谢季老师。季老师，我第一节课就是您的，我们一起去教室吧。好啊。季小姐，您的事儿这里已经给您办稳妥了。这下有好戏看了呢。季老师，这件事怎么解决？校长，我真的不知道里面有卡，要是我知道的话，我肯定不会收的。你认为我们现在还会相信你说的话吗？学生家长已经把这件事儿报告给教育局，你现在涉嫌严重违纪，先听课回家吧。不行，小然是被冤枉的，我刚去调查监控，是家长把卡塞到这包装里，小然毫不知情。这万一是季老师手段高明，让家长故意这么做来逃避责任呢？如果你们实在要处分小然的话，那连我一起开除吧，这样不明是非的学校我不待也罢。你啊，不，吴师兄，对不起校长，所有的处罚我都认。走。哎，小然，事情我都调查清楚了，是剑儿在背后捣鬼，白君毅跟这个女人不清不楚，你还跟他搅和在一起干什么？我还在考虑。小然，跟他离婚吧，我会好好照顾你，好好保护你的。师兄，我……喂，季老师，收到我送你的礼物了吗？季言儿，乖乖的和君毅哥哥离婚，然后收拾包袱麻溜的滚出安城，我还能考虑放你一马。否则，你永远定在失德败坏的耻辱柱上。我看哪个学校敢收你！总裁，夫人那边出事了。什么事？有家长到教育局举报，说夫人收受贿赂，学校已经将夫人停职了。派下他。好。季言儿，你怎么在这儿？当然是君毅哥哥告诉我的密码。再说，这里本来就是君毅哥哥给我准备的新房。既然闯入的那个人是你，还好君毅哥哥从小到大都喜欢用爷爷的生日做密码。你给我出去，出去！我就不出去，我不仅进你家，我还要把你的工作搞丢，再把你彻底赶出安城。你能拿我怎么样？君毅哥哥，他泼我！君毅哥哥，你怎么在这儿？我，你们要想你能我能的，就回房间去关起门来，不要在这碍我的眼。然然，君毅哥哥，我好冷。你之前不是答应过伯母，要好好照顾我的吗？然然，有没有衣服？借他一套。人家想要的是你的衣服吧，君毅哥哥。放开。君毅哥哥，
我真的好冷，我好像要感冒了。自己去找吹风机吹，以后我不想在这里看到你。然然，不要轻易放弃我们之间的感情好吗？我已经放弃季言儿了，我想和你在一起一辈子。危险，然然，你能不能陪我去个地方？好，我马上过来。姐，你怎么了？然然，我看到你姐夫揽着一个女人进了这家酒店。何若海这个混蛋，他现在人在哪儿？8737。走，姐，我带你去找他。我就看见他们进了这间房。没事，姐，有我呢。小宝贝儿，快让我亲亲。讨厌，你家黄脸婆知道你出来过夜吗？哎呀，管他干嘛？等他生完孩子，我叫他扫地出门，整天一脸晦气样，我看着他就恶心。好，快让我亲亲。是谁他娘坏老子好事？你开门，何若海，你个混蛋，你开门，你快开门！你们是谁？好啊，人证物证俱在，你个人渣！何如海，你对得起我吗？我在家怀着孩子又疼又吐，你在外面和别的女人快活，你他妈的找死是吧？姐，你放开我姐，姐！然然，快救我姐姐！放开我！我打自己老婆，关你什么事儿？于秘书，准备两台手术。是，孩子，我的孩子。在场的人，一个也别放过。好的。总裁，夫人姐姐那边孩子没了，酒店那边的人问你姓何的怎么处置。照顾好夫人。总裁放心，老子是来消费的，识趣的话放开老子。废话这么多。君少，你是既然男人了吧？你见了我得叫声姐夫，况且我打自己老婆关你们什么事？我要告你们非法囚禁、故意伤害。动手。爷，啊不，君少，这事跟我没关系啊，我是被他骗的。只要你放过我，你让我做什么都行。等等，臭婊子，当着老子面勾引男人，怎么样都行。对。那就一块打。夫人头部遭到撞击，幸好没有颅内出血，只是暂时晕了过去。然然，你一定要好起来。姐姐，姐姐，姐姐呢？我要去找姐姐。你姐姐现在还没睡醒呢，不要去打扰她了。她怎么样了？姐姐人没事，就是还
孩子没了。何润海那个混蛋，我要去弄死他！你冷静一点，我已经找了最好的律师，一定帮你姐姐讨回公道。他不会在乎的。何如海亲姐姐的永远都还不起。相信我。这戒指。这戒指是你爸爸在临终前做的。只有你把它戴在手上，你才会妥协。我不可能把它放在别人手上。谢谢。君少，夫人，这是政法大学律师系的教授。我在电视上见过您。我一定能帮你打赢案子。没问题的。既然你这个死了爹妈的东西，不就挨顿打吗？好啊，就是因为你，你还敢出来，我不揍死你。哎呀，季简呐，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呐，你伙同你娘家人欺负我儿子，你们这群烂人都不得好死。闭嘴，秦律师，在医院医闹的，怎么处理？你是律师啊，快去把季简这个烂婆娘抓走，还有这个季然一起抓了关了。这位女士，医闹行为严重的，最高可判7年以下有期徒刑。不行，如海已经被警察抓走了，我可不能再进去，还是想办法捞点钱去救如海。你把这个戒指给我，我就放过你们。你是说这个？对对对。邢律师，敲诈勒索又怎么算？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你们这对狗男女，竟欺负我老婆子没文化，我就不信我拿我儿媳妇妹妹的东西还能坐牢。那你就试一试。听说有人在医院闹事儿。君少，我马上把这老太带走。不是我，你别拉我。走走走。不是我。有气儿真是有气儿。既然要是你知道自己嫁给了杀父仇人的孙子，我看你还怎么得意。你来做什么？这里不欢迎你。季小姐，好歹咱们都是君毅哥哥的女人，我来看看你并不过分吧。什么叫都是？我麻烦你有点自知之明，我是白君毅的合法妻子，而你什么都不是。你请回吧。季小姐，我这里有份资料，你一定会感兴趣的。当年你爸爸季飞白是有名的珠宝设计师，还开创了龙城控股，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珠宝。白家老爷子眼红，向季飞白投出了并购，可惜被他拒绝了。资料上写得清清楚楚，白老爷子离开后，季飞白的几片矿石接连出了问题，售卖矿石的人早已人去楼空。你爸不是被高利贷逼死的，真正害死他的另有其人呢。既然
你嫁给了杀父仇人的孙子。别说了，你别说了，我就要说，既然你嫁给了杀父仇人的孙子，你对得起你爸妈吗？啊，夫人，总裁，夫人从医院出去了。我害怕沉默中找话题。张叔叔，我爸当年到底被谁逼死的？老大，这家人已经是安城首富，咱们惹不起，算了吧。既然你嫁给了杀父仇人的孙子，你对得起你爸妈吗？我竟然嫁给了杀父仇人的孙子。嚷嚷嚷嚷，你放开我。你听我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告诉我，我去解决。解决谁？解决你吗？你知不知道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嫁给你？嚷嚷，你可以打我，可以骂我，你不要说出这句话好吗？骗子，你就是个骗子，你放开我。我不放，从我确定爱上你的那天起，我就一定不会放开你。出什么事你告诉我，你昨天还不是这样的。以前是我瞎了眼，辨不清是非。白薰衣，你知不知道你爷爷害死了我父亲，我恨你们白家所有人。嚷嚷，放开我，你放开我，救命。哎哎，撒手撒手，干什么呢？嚷嚷，吴师兄，你怎么在这儿？有学生说发现你，我就马上赶过来。我想回玉城，但我出门没带钱。你穿这个，安检都过不了。我先带你去换身衣服吧。你在这边先坐一会儿，我去给你倒杯水。谢谢师兄。喂，什么事？吴少，既然的资料我已经发送给他了，还需要跟踪后续吗？不用，结果已经出来了。谢谢。既然走到这一步，都是你逼我的。我接个电话。喂，妈，怎么了？海峰啊，原来君临一直在做空我们股价，现在股东会的人在闹，你爸爸已经气得进医院了。我马上过来。家里有点事情，我处理一下。如果你觉得无聊的话，这是一些关于珠宝的书，你可以看一下。不了，师兄，你有事的话，我还是不打扰了。你不用这么客气，白君玉现在到处找你，这里还算安全。那谢谢师兄。师兄他已经结婚了。爷爷，冉冉为什么说我是他杀父仇人的孙子？你让我娶她，是不是跟季飞白有关？你是想说季飞白是我害死的？我出于愧疚又让你娶了季飞白的女儿，你信吗？
我不怀疑您的品行，但是够了，以后这种事情不要再提。总裁，是姬小姐到医院后夫人才突然生气离开的。姬言儿，告诉他要是找不到夫人马上送他出国。是。你说什么？找不到纪言，军医哥哥要送我出国？李秘书是这么说。不可能，当初白老爷子要送我出去，军医哥哥还阻拦了呢。他怎么会？他怎么可以？军医哥哥人呢？军少的踪迹向来隐秘，我也不知道。那纪言呢？我们跟着的人好像看到他上了一个男人的车。快带我去。走。你竟然逼军医哥哥把我送出国，既然我真是小瞧了你。你竟然敢打我。既然你爹娘没有教，那就只有我代为动手了。我跟你拼了。既然，然然，然，既然，吴海峰给你下药了，我带你回家。我去打点冷水。我不要冷水，我要你。你知道我是谁吗？白君毅。既然，你不要后悔。你要去哪儿啊？你放开我，放开我！你这个趁人之危的流氓！我趁人之危？昨晚也不知道是谁一直求着我。我，你别说了。昨天要不是我跟着纪言儿找到了你，现在你早已经……你怎么这么没有防备心啊？我昨天从医院出来之后，就只去吴师兄家喝了点水，没有去任何地方。吴海峰，我就知道是他。不，吴师兄他不是这样的人。哪样的人？你知不知道他在国外已经结婚了？他每次接近你都不怀好意，这次更是给你下药，妄图占有你。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然然，你什么时候才能像相信他一样相信我？永远不可能。我们之间隔着血海深仇，我恨不得从来都没有遇到过你。你真的觉得爷爷是那种赶尽杀绝的人吗？我马上过去。姐姐醒了，我送你去医院。
姐，姐你醒了。然然，我想离婚。好。然然，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没有了？姐，孩子会有的。可是这孩子没有了，他在梦里面跟我告别，说他要去重新再找一个妈妈了。都怪何如海，这可是他的亲骨肉，他怎么能……姐姐你放心，何如海被抓，我和然然已经请了最好的律师来帮你打离婚官司。好，我还要他坐牢。姐，你终于醒悟了，你早就应该用法律制裁何如海。何如海之前对你施暴的记录医院都有，再加上这次住院，没个十年八年出不来的。谢谢你们。姐，我是你妹妹，都怪我嫁给了一个混蛋，连累了你。然然，这是爸爸设计的那一款吗？我想跟姐姐说会儿话。好，我先去找律师。姐，我可能也要离婚了。离婚？为什么？妹夫对你不好吗？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嫁给了杀父仇人的孙子。杀父仇人？白君毅？然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还记不记得曾经爸爸破产跳楼自杀的？记得，那年你17岁，爸爸被高利贷的人给逼死了。这一切都是白君毅的爷爷做的计划，他想收购公司不成就买假料坑害爸爸，害得爸爸破产才会跳楼。然然，这不对劲。怎么不对劲了？然然，当年君临集团已经成为了全国最大的公司，有必要为了个小小的珠宝市场害我们的爸爸吗？那万一他是想进军珠宝行业呢？不，然然，你再仔细想一想，如果真的是白老爷子干的，那为什么这么多年君临都没有涉足珠宝市场？而且白老爷子还会把你嫁给最爱的孙子。好乱。这位是邢律师，请来给你打离婚官司的。当年连城控股收购项目他是负责参与。当年老爷子开价3亿2000万收购连城控股，但纪飞白拒绝了。很多人觉得纪飞白心高气傲，其实并不是。那是什么？是纪飞白，他告诉老爷子收购连城控股是有风险的。纪小姐，你应该清楚的，连城控股并非纪飞白能独断专行的。我好像记得爸爸之前提过什么吴董，好像叫吴什么业。吴思业。你认识？吴思业，珠宝起家，搬来安城没几年。他还是吴海峰的爸爸。所以我爸爸的死跟他有关系吗？更多的我也不知道了。姐，你先好好休息，我要去找爷爷问个明白。我跟你一起去。
你对我做了什么？你个混蛋，你占我便宜，你个混蛋，吵死了。金宇哥哥，今天的事情你要是敢说出去，我不会放过你的。当年的事儿说来话长，然然你爸爸季飞白是个耿直的人，当年之所以放弃收购，是因为季飞白告诉我，连城旗下 80% 的矿山都有封山的危险。所以说您当时买下连城控股就已经是个空壳子了是吗？所以取消了收购计划，并邀请他来君临工作，但他说自己大限将至，能熬过那一劫他过来再找我。所以我爸爸早就知道他会有危险。是的，当年取消收购计划还没有对外公布，就有人趁高价抛售所有股份，并让人将他从缅甸买的一批货都换成了玻璃。等飞白察觉时，那人已经卷钱跑了。他是谁？他是东山吴家，他是专门坑害你父亲发家的，在珠宝行业崭露头角。对不起爷爷，之前是我误会了您。哎，没事儿，你父亲死时正是壮年，确实让人惋惜。小姐，你是不是一直想知道我为什么要让君逸娶你吗？为什么？是因为你身上有你父亲的影子，而这种品性正是君逸最欣赏的。假以时日，君逸会爱上你的。可是他一直在骗我，他伪装成司机，处处提防着我发现他的身份。然然，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瞒着你的。君逸，你别抓疼了然然。可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欺骗我，你明明有那么多次机会可以坦诚的。我害怕。那你怕什么呢？你怕我知道你有钱了之后会贴着你不放吗？李秘书，统计一下我名下的个人财产，理一份资料送给夫人。是。你要做什么？你是我的妻子，依照婚姻法，我的财产有你一半。见。夫人，这是总裁名下的资金、股票、家族基金以及分布全球各地的别墅、庄园等固定资产的清单，按市值估算一共是5300亿元。光清单就这么多？以上计算结果不包括他今后在君临集团任职期间的年收入与奖金，因为这个与集团每年收益挂钩，目前无法估算。这是白君逸的资产，跟我没有关系，我可以靠双手养活自己。总裁，你先出去。然然，不要生气了好不好？爱人之前最大的忌讳就是谎言，你自己说说对我撒过多少谎。然然，以前的事是我对不起你，现在我以君临集团总裁的身份重新追求你好不好？白君逸，我们好像回不到从前了。就从现在开始。我就睡在隔壁，有事随时可以找我。既然啊，既然，你怎么总这么心软？去哪儿啊？今天姐姐要签离婚协议，我们去医院。好。总之，你不签这个谅解书，如海是不会同意离婚的。我倒要看看，一个离过婚的破鞋，谁还敢要？
哎呀，你这个毒妇呀，你不会生孩子，你现在还要把我儿子送进监狱，这是什么世道啊，老天爷呀，哎呀，哎呀，看来你也不是很想要谅解书。你把他签了，我们如海跟你离婚，像你这么恶毒的媳妇儿，我家也不敢要了。不急，还有一件事儿，邢律师，之前我婆婆拿开水灌我，导致我生命垂危，法律上怎么算？故意伤害致人重伤，三年起判。好，正好前段时间我在家里的监控拍到了，麻烦邢律师帮我报个警。等等，不就是离婚签字吗？我去劝如海，他一定会签字的。明天之前，何如海如果仍然没有签字，我只能报警了。姐姐，姐，刚才说的话，你别放心上。我明白，离婚之后，我感觉一身轻松。案件的细节我需要回律所进一步梳理。季小姐，你有任何情况可以与我联系。邢律师，之前何如海在婚内多次让我陪客户喝酒，还想让然然陪王总，我没答应。他先是打了我，然后就计划迷奸然然。我把迷药换成了白面粉，之前一直赶然然出去相亲也是因为想让他赶紧离开这些。当时为什么不带他离开？是我太懦弱了，我对不起然然。想回学校吗？贪污受贿的事还没有结束，也不是我想回就能回的。事实早就调查清楚了，你不用担心。再说了，他们学校已经被我们集团收购了。收购？五年前就有打算，只不过现在提前了而已。如果你想回去的话，我去跟校长说一声。我只想好好的当一个普通老师。好，那季老师可以睡觉了吗？啊，你去你房间睡。啊，季老师，你这刚刚复职就迟到，工作态度可不太严谨的。把这个签了。教学事故认定书。我没有迟到呀，按时到岗的，凭什么要签这个？我说你迟到了，你就迟到了。既然老师，你要么把这字签了，要么……你什么意思？既然老师，你应该也知道教学事故认定书对一个老师的影响有多么重要吧。当然你只要肯表示表示，我这个忙还是可以帮你的。你对所有老师都这样吗？不然呢？你不会以为我们学校开的这点破工资够我儿子在安城安家落户了吧？你真不配当老师。既然你算个什么东西，大概教训我。她是你老板娘。白总，你看你怎么突然来了？您提前说一声我去接您啊。你看我来接我太太。你太太？既然如果我真迟到，我认罪，
但我没做过的事儿，你也别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你去查一下，如果属实，直接开除。是。别、啊、季老师，我错了，你原谅我这一次，我上有老下有小的，我突然失业了。我这一大家子怎么活呀？你原谅我这一次。你在随便污蔑别人的时候，有想过别人怎么活吗？这。好了，你先去上课吧，这里交给我。哎，白总。吴海峰，你要干什么？小然，有些事我想当面问你。如果你是想问你给我下药的事，不必了。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你是不是喜欢上白俊逸了？你忘了他之前是怎么欺骗你的吗？我跟他之间的事儿不用你多管。倒是你，你不觉得你现在的成就都踩在别人血肉之上吗？你家人在午夜梦回的时候不会感到良心不安吗？你都知道了，这都是我爸干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没关系？你说这句话不觉得亏心吗？小然，不要让上一辈的影响我们好不好？我是真心喜欢你的，我可以证明我的真心。你要干什么？让开，我要去上课了。啊！你干什么？你放开我！小然，你还喜欢我对不对？不要！别打他了。位置仍然不值得。我告诉你，你再缠着冉冉，我让你从安城消失。走。既然你会把你从他身边抢回来的。滚！我要见俊逸哥哥，你去把他找来，快去！我去问过了，李秘书说君少他不会来。不，俊逸哥哥不会不管我的。你去把家门口关着，以死相逼，他一定会来的。小姐，你就别为难我了。你怎么来了？没想到白俊逸这么狠心，不爱的女人，说抛弃就抛弃。你胡说！俊逸哥哥不会不管我的，他只是被季然那个贱人给骗了。我警告你。不要在我面前说小然的坏话！你敢打我，我跟你拼了！我告诉你，我的房间里有监控。你那天晚上的一举一动，我到现在还保存着呢。吴海峰，你王八蛋！你替我办件事儿，我保证，这个视频永远都不会出现在白俊逸手中。你要做什么？替我拆散白俊逸和季然。可我现在连俊逸哥哥的面都见不到，你交代我的事儿，恐怕我完不成了。别装了，你不也想嫁给白俊逸？正好各取所需，你在他身边这么多年，我相信你一定是有点本事的。你放心，我会派人协助你。好，一言为定。小姐，您真的要出院吗？可是您肚子里的孩子……我现在就是要给我肚子里的孩子找个合适他的爹。冉冉，多吃点，你看你都瘦了。谢谢爷爷。都说自家媳妇自家疼，你真是的，你都不知道给冉冉夹菜。我错了，我马上改。啊，够了。啊，总裁，冉冉小姐跪在外头，说要见你。他喜欢跪，让他跪着吧。要不，你还是去一趟吧。爷爷，我先去了。去吧。
然然，啊，你知道纪言儿为什么能靠近君毅吗？是因为君毅的母亲，君毅的爸妈就是豪门联姻，他母亲嫁到白家之前，曾经有一个感情很深的男朋友，他一直没有忘记那个男人，而且他憎恨白家，包括有白家血脉的君毅。那个男人死后，他就把他女儿接过来照顾，纪言儿就是那个男人的女儿。所以君毅从小就没有感受过母爱，他跟我说从小就跟着您，原来是这样。纪言儿一心想攀上君毅做豪门太太，但君毅只把她当妹妹。我看纪言儿那心里越来越偏激了，于是我就把她送出了国。然然，你是君毅第一个心动的女生。我是不是错怪白君毅了？爷爷，嫂嫂，嫂嫂，我知道错了，求求你，让我留下来一晚上吧。你不是说当面道完歉就走吗？李秘书，带走。算了，算了，君毅，你先帮他找身衣服换上吧。谢谢嫂嫂。我才会是君毅哥哥的夫人，既然我一定会把你赶出安城。前段时间我也跟他一样没地方去，我想回家了。今天太晚了，明天我们再回家。君毅哥哥，喝点咖啡吧。纪言儿，当我傻是吗？你说什么呢？我不明白。要不你喝一口。君毅哥哥，我错了，我不该再有坏心思。可是我实在是太害怕了，我怀孕了。孩子父亲是谁？我不知道，我是被别人算计的。君毅哥哥，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否则我就完了。你打算怎么办？我不要这个孽种，我要把它打掉。让李秘书陪你去。君毅哥哥，就算你不喜欢，我也是你从小疼到大的妹妹，你陪我去吗？好不好？我害怕，我真的害怕。好吧。谢谢君毅哥哥。小然，有些事我想当面跟你说清楚。不必了吧？你知道你下班白君毅为什么没来接你吗？他在医院陪着纪言儿做产检。小然，他一直都在骗你，纪言儿怀了他的孩子。你别以为我会相信你的挑拨离间。是与不是你去医院看你就知道了，他就不是什么好人，只有我对你才是真心的。为了你已经跟我的妻子离婚了，我现在自由了，我们可以。你让我恶心你知不知道？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你说我恶心？我告诉你，爷爷已经收集了吴思叶害我父亲的证据，我会以纪飞白女儿的身份向他提起诉告。小然，他是我父亲。可他害死了我爸爸，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聊的。既然我给过你机会的。君毅哥哥，我好害怕。手术做完
出国休息一段时间。你还是要把我送出国？君逸哥哥，我只想留在国内，留在你身边。君逸哥哥，我真的好难受，我会不会有事儿？我去叫医生。林冬，怀孕了。是君逸哥哥的，他是特意来陪我检查的，今天可能会晚点回家，姐姐你可千万不要生气啊。原来这就是他没有去接我的原因。帮我转告他，明天民政局见。明天，这辈子你都不可能再回到安城了。既然只有你死了，君逸哥哥才会回到我身边。然然，君逸哥哥，你看错了。啊，我……君少，我们马上安排手术。来，请。然然，然然，依依，然然回去了吗？哦，好，我知道了。查一下夫人去哪儿了。是。喂。总裁，医院那边的监控拍到，夫人出了医院就被人绑走了。你说什么？让技术部定位夫人的手机位置。你好了没有？醒了，正好。今天这部剧没有女主角可不行。季言儿，你不是怀孕了吗？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当然是请你来拍一场戏。还有，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君逸哥哥的，而是吴海峰的。既然你说这吴海峰也没那么爱你吗？我不想做你们什么戏的女主角，你快放开我。你到底好了没有？再晚君逸哥哥就要发现我离开医院了。他是谁？吴海峰，是你。小然，我给过你机会的，是你拒绝了我，我这才迫不得已将你绑来的。什么迫不得已？你明明就是恼羞成怒，蓄意报复。你跟你那个恶心的爹一样无耻至极。对，我就是恼羞成怒。你想好，明天峻林集团总裁夫人偷情的视频就会上各大新闻的头条，君临的股票就会大跌。既然你觉得白君逸是选择君临集团还是选择你？你混蛋。好了，别废话了，再扯下去天都要亮了。我去拍，你速度快点。嗯。你干嘛？你别过来。你放心，等你身败名裂，白君逸抛弃你的时候，我会不计前嫌地接纳你的。你别碰我。不要不要，救命救命啊，救命。别过来，你别过来。既然相信我会爱你的，这些
都是你逼我的。你放开我！放开我明天的新闻不是总裁夫人偷情，而是总裁夫人私会情人，命丧火场。一定是季言儿那个贱人搞的鬼！你快放了我，千万不要放开！然然，天意小心！天意，天意，天意，你别管我了，你快走吧。没事。天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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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人？我带你去。君一，君少，君少，君一，哎，君少，白君一，君少，白君一，你别丢下我！你不说好要陪我一辈子的吗？你怎么又骗我？你骗子！白君一，君少，你可不能走啊！你走了，君临集团怎么办？我们夫人怎么办？白君一，夫人，你还生君少的气吗？我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跟他说，我早就不生他的气了。夫人，要是君少好起来的话，你会原谅他吗？只要他能醒过来，我什么都答应。白君一，你听到了吗？你快醒醒！真的吗，然然？那我们拉钩吧。你吓死我了，你知不知道？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带进来。君上，这两个人。怎么处置？君一哥哥，我是冤枉的，是他强迫了我，还拿视频威胁我。君一哥哥，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是最懂我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害季然姐，都是吴海峰，他强迫我做这些。他和你弄垮了吴家，他要报复回来。季然儿，明明就是你策划的。不，君一哥哥，他冤枉我。你们两个演戏演够了没？季然姐，我不懂你在说什么。然然，你打我！这一巴掌是回报你想放火烧死我。你这一巴掌是回报你处处挑拨我和君一的婚姻关系。既然。有本事你就放了我，你们放开我！还有，我对你都是真心的。你不配提真心这个词。我们法院见。小然，刚才我们什么都做了。你不能这样对我！说什么呢你？白君一，你不就是比我更有钱吗？更有势吗？小然之所以会选你，他只是喜欢你的权势而已。我只是输给了你，没你有钱，没有你有势而已。既然都怪你抢走了我的金哥哥，季言儿，君少，君哥哥，君哥哥，君哥哥，君少，走，
我没事的，然然。还说没事呢？你都脑挫裂了，你知不知道？下次要是不舒服，一定要讲出来，不能硬撑。嗯，好。嗯。啊！怎么了？怎么了？是又不舒服了吗？医生，苹果太酸了。你无聊死了。然然，你知道我昨天有多害怕吗？对不起，你说的对。如果我对你能多一点信任，就不会让季言儿和吴海峰趁虚而入。我们之间的感情一直是你付出的比我多。只要你肯接纳我，我的付出就是值得的。然然，你不要忘记自己说过的话。什么？你说过要一辈子和我在一起。然然，我要认真弥补你一场最盛大的婚礼，让你成为最漂亮的新娘，让全世界都知道我就是你的丈夫。好。嫁给我。嗯，我愿意。刚刚律师打来电话，说吴氏集团的案子终于要开庭了。是吗？爸爸的在天之灵能慰藉了。吴思义没个二三十年出不来，当年确实是他换走了爸爸的余量，还卷走了遇难矿工的赔偿款，导致无数个家庭支离破碎。好在他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好了，一切都会变好的。谢谢你，白君逸。然然，你今天真漂亮。姐，我已经找到了属于我的幸福，你也会的。然然，姐姐今天见证了你成为最美的新娘。嗯，姐姐。雨水滴在我的外套，思念轻动我的衣角。然然，接下来的路我陪你一起走。好，我的白先生。而过你的发梢，像是春风吹绿青草，浪漫在发酵，只愿为你赶走所有烦恼。带你到天涯海角，听你的心跳，想给你一个拥抱，让全世界。既然小姐，您愿意嫁给白君逸先生做你的丈夫吗？无论贫穷还是富裕，疾病或健康，美貌或失色，顺利或失意，白君逸先生，您愿意娶既然小姐为妻吗？无论是疾病或健康，贫穷或富裕，美貌或失色，顺利或失意，我愿意。紧紧围绕你每分每秒，你对我多么重要。